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好了，Hello everybody，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你要卖多少？今天，2016年的奥迪 A6 40 TFSI Quattro， 这是什么？不是，它不是长这样子吧？黏的啊，壁虎啊，跑6万多公里啦。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车吧，等一下再跟大家这个讲解一下。新车300多万呢，要修啊啊，2.0T 耶，又四轮传动，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车子，先看外观。你看开奥迪就是这样哦，但它杰森史塔森呢，弄个几挂黑的跳石的痕迹，你知道？开到奥迪就杰森史塔森上升了，三分钟呼一声杰森史塔森，吼、哦，大概呢油门怎么有吹啊？都是跳石的，尤其黑色有跳石的痕迹又更明显。哇、哦，布兰博卡钳呢？RS 的铝圈呢？我跟你讲啊，老粉丝哦，看到这里可能搞不好应该知道，就猜到一些端倪了，对不对？还有这里就是浪花蝶啊，对，浪花蝶，对，浪花蝶。好，外观前面就一些跳石的痕迹啦。哎，我跟你讲，看跳石痕迹以外啊，就开始要注意这个玻璃了，你知道吗？哎，看玻璃也是哎，你看好多那个小点点，有没有？哎，这是脏吗？哎，是脏啦。哎呀，这个就是跳石痕，这个擦不掉，有没有？看得到吗？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真正。我力塞金枪哦，镀铬把手，好小只哦。有盲点吗？但它无呢。不过漆面是真的还不错哦，吼。感觉开这个车的人就好像斯文败，不是啊？那是什么？非常斯文的感觉啦。就是车子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奥迪的车会给人一种遐想空间嘛。下车可能是一个穿着稍微微紧的西装裤，好，然后穿一个微紧的衬衫。皮鞋露一点脚踝，类似那种感觉，有没有？有没有？旁边两边剃光，油头梳一下，戴一个金丝眼镜，感觉下车就是要那种感觉，对不对？啊，黑色 V 领下车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下车至少这样，开始摸自己，很痒这样，啊，你要塞车不啊？讲话一直摸自己有没有？哎，为什么一直摸自己啊？掩饰他的紧是吗？紧张吧？啊，你想要塞车不啊？啊，不要乱讲！哎、欸，这看到就好啊，倒车哦，妈的，顶到人家牌照框看。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牌照会用两根，有没有？尖尖的。对啊，就是妈的，这种白目的都要用顶的，后保感啊，后保感也不行了。哎、欸，不过其他地方没呢。哦，这漆面人家波亮。哎、欸，这个有在打蜡。所以它有点掩饰了，有没有？好，来，接下来我们就看板件，前保杆也有受伤。哦，这栋跳石，另外，哦，他是住在他妈的九桃花楼，是不是啊？这跟我差不多。哎、欸，他这好像是犀牛皮，为什么这样？他有贴膜啊，对不对？有哎、欸，眼睛盖有贴吧？看起来是有。欸、有，难怪那么亮。有啦有啦，这有贴膜啦。哎、欸，这膜拆掉跟新的一样的哦。对啊，跟阿呆女朋友一样的哦，3公分以后都新的。哈，看一下引擎盖，看板件。我跟你讲啊，现在如果这一集是在直播，很多网友已经在打了。哎、欸，它的板件也是没有打胶的呢。现在都不打胶了。这2016不是现在哦，这7年前的，现在是不打了。哎、欸，有啦，有贴膜啦。啊，有，这里有没有？只贴到这边了。有吗？贴到这边而已，对不对？它没有折进来。它会不会只贴车头？哎、欸，有哎、欸，在这，有没有？抠抠捡起来，不要被发现。所以它的叶子板贴，车头都有贴。那我看看车身有没有贴。好，板件门，我们很少收奥迪的车哦。我就说了，不是奥迪。其实如果有长期在关注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店里面很少，就是因为我对这个车的要求特别高。好，它如果不是车况顶尖的，我在绝卖这车好疲劳。哎、欸，前一阵子还有人说那个提逛交车一个礼拜变速箱就挂掉了，论坛有人在讲新车一个礼拜变速箱就挂了，阀门就爆了，看到是不是很不爽啊？如果正常来讲买新车，哎、欸，开几辆爸爸，你当然准备退车对不？嗯，那、啊、怎么可能？柠檬车法案一条就立在那边了。哎、欸，你真的以为柠檬车法案是为消费者着想吗？不是哦。以前没有柠檬车法案是不是假灰嘞？你要抗议告他要退车什么，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文嘛，车商也很烦啊，让你在那边啊，他又不想退你啊，你又在那边撸啊，可是真东西真的坏掉啦、啊。现在柠檬车法案啪一条界限画出来，变速箱坏掉我就修啊，同一个地方3次才可以退嘛。如果我今天我是车商，我就躺在那边啊，你在外面在那边抗议，我就躺在那边就好了。
为什么？反正你有三次机会。对啊，我有三次机会，怕什么？就跟你老婆一样啊，劈腿出去跟人家乱搞，你有三次机会。妈，前两次先用冲的啊，提枪快跑前进，忙就冲了。真的，你说的，然后忙就出去。所以你有恃无恐啊嘛。老婆或女朋友没有跟你讲三次的时候，哇靠，就喵哎，很想要乱搞一下，可是哎，好像又不行。会分手，对不对？你才会怕嘛。嗯、啊，他都应该讲三次了，三次你说的哦。所以把那个界限画出来了，而且那个三次变速箱，哎、欸，他今天跟你说爆发体，明天跟你说变速箱电脑，后天跟你说离合器片，三次都不一样东西，那怎么退？同一个地方，要同一个东西。对啊，瞎灰嘞啦！不要以为那个柠檬车法案真的画出来，消费者的福音哇，棒，那是卖车的福音，好不好？你想太多。哎，我刚刚为什么讲那边啊？我要看他门有没有贴膜啦。没有，门就没有，他贴车头而已，贴迎风面而已。对，哦，迎风面，哦，专业的哦。啊，那、啊、前挡玻璃怎么没有贴？啊，都已经开了，顺便看一下内装。哎，它、啊、这个中间有几皮 S line 内装哈、哦，门板有这个铝质的饰板，记忆电动椅两组。好、哦，这边门板也有板皮。好、哦、啊，这个中间的部分也是打孔的板皮，旁边两个皮，上下车的地方，它跑68000。上下车的地方稍微皱，这边稍微有摩擦。好 ，S line 的烙印，平把方向盘，下面还有 S line， 好不好？阿哥这最熟悉的升降屏幕 ，S line 排挡头像高尔夫球一样。好、哦，哎、欸，哦，有摸门哦，这么高级哦，2016就有了。好，看一下这个后座空间也是蛮惊人的啊、哦，还不错，看到没有？好、哦，后座空间还算大。好、哦，后座的出风口，哎、欸，后座还有遮阳帘，你看，算什么？以前我们那个Sentra 180就有了。先出来 M1 就有了，啊，这板件没看了，靠腰。好 ，OK， 螺丝看一下就好了。车库的那么漂亮，好，后车厢有没有脚踢？你看真有哎，2016年哎，我上次踢哪一台踢不出来，踢没有？哇，超大超深的行李箱，有没有？这杰森史塔森点点爱载尸体耶，随便要载个两具三具，蛮深的。不过我看到一个细节哦。他这边有打胶，我在猜他应该是怕水跑进去，因为这个看起来是没有撞过的。哦，这都原装的漆，哦，这都原装的漆，他这也有打。爱车人士啦，这自己打的啦，这卡住一点下爱车人士哎、欸。哦，它是电动的哦，它刚不就电动开的吗？我以为是砰，然后自己。218 GC 就是啊，它砰，它是利用撑杆嘛。顶起来的，你以为它是自动没有关，还是它自己关？它是真正有马达的，好不好？好，看一下后门。哎、欸，它隔热纸贴的也蛮有 sense 的哦。怎么说哦？它的隔热纸啊，我觉得它应该贴不错的，透光率不错。里面看出来呢，其实颜色是蛮清晰的，但是外面看里面是有一点点的，没那么容易看得清楚啦。这边有电动座椅，没有记忆哦。那中间你看铝质的 Quattro 名牌。好了，没事没撞，板件都 OK 啦。啊，就是要花的地方就是挡风玻璃啊，前面都不能瞄，人家有贴膜，还有后保险杆啊，其实也不用花什么。来来来来来，这面隔热纸这个东西哦。大家虽然在宣导隔热纸是不要贴太暗，对不对？安全什么等等的问题嘛，对不对？可是我真的觉得我那个菲亚特500啊，没有贴隔热纸，我停在红绿灯，嘿，哎，我都拜弄安内嘛，哇，阿来，快点冲上，我就不自在，你知道？哎，你想想看，我老婆这么正，在旁边，我想要，对不对？他举他一下啊，我边上我都拜，哎呦，恩爱哦。啊，有时候你副驾驶座女生穿短一点，啊，坐那边很没有那个隐私感。对啊，所以我也不是要逆风啊，我觉得刚好就好，也不要说诉求说啊，完全都要多透。我是觉得说透光度要够高，但是又要像他这样有一点点的隐蔽性。其实他不是看不进去，还是看得进，可是你要很认真。那你总不可能摩托车停在旁边这样，他不可能吧？他可能只会降，对不对？啊，就是他降的时候，哎、欸。没有那么容易看到，这样就好。哦，要不然我开那个，我最近开那个新喜美11代也没有贴隔热纸。啊，菲亚特500，哦，那个停红灯那边啊呢，就尴尬哎。所以我跟你讲，开敞篷车哦，尺度真的是要蛮高的。再加上如果旁边是一个充气娃娃，尺度更高。要不然正常的人哦，不要说敞篷车啦，举凡只要你的隔热纸透一点啊，停红灯都很尬。我有时候觉得没有贴隔热纸真的怪怪的。哦，虽然有人说这个全透明的比较安全嘛，你做坏事人家看得到你的脸，可是相对的啊，你看哦，你全透明的，如果你是一个小女生开车，有没有可能因为人家看到你里面小女生开车欺负你，逼你车按你喇叭干掉你啊？你如果稍微看不到里面，人家会想说，看车上包有没有坐5个棒球队，多按两下喇叭会不会下来就5个棒球队？够开心啊那样。
啊啊！你几喇叭了？你几三边喇叭？啊？哦，又开始摸了。下来五个，你怎么受得了？好、哦，所以有一点点黑，反而人家看到会有点忌讳。哎、欸，如果看到一个女生还蛮正的，人家们可能尾随你。哦，对啊，也是有可能啊，对不对？好不好？这跟大家分享啦，我觉得隔热纸哦，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隐私性比较好啦。真的，整个透明的真的是动没了。好，哎、欸，怎么讲到这边？讲到隔热纸，他妈我可以讲十分钟，因为隔热纸真的带给我伤害太大。我跟你讲。这台车哦，我有接到他的讯息，这个车主真的是非常的，只能说他非常顾车啦。来，我来找一下他的讯息。我们不是顾车到先私讯嘛，问一下价钱什么，对不对？嗯。哦，他价钱合再来。我常常这样讲，我想惊人大安尼来，你知道？先说这一长串，好不好？一长串。好、哦，奥迪 A 六 Sedan， 2016年出厂，汽油 2.0T， 黑色，里程61000多。新车价格302万，保他连新车价格打出来，你他妈你一台车已经7年了，你跟我讲新车300，啊，你懂意思吗？你就很像讲说我18岁的时阵，我还在讲话精。等一下，你先跟我讲现在多久就好了。选配内外 S Line 套件，外观 S 六套件，黑内装，板皮座椅，哦，下个就仔细的哦，好不好？就差没有写雨刷顶高器啊，方向盘护罩啊，冷光门槛啊，维尼熊面纸套啊。好，改装来了，排气管全段200目，哎、欸，人家一般写改装排气管就好了，啊不是哦，200目哦，花弧原厂管在，但中间直管部位因为运送有切割，你看详细对不对？再来一阶300匹，450牛顿米，可恢复原厂 map， 正 RS 六方向盘，德智正厂气囊，原厂的也还在。20寸锻造框，原厂的20寸还在，正常的方向盘、驾驶模式按钮，安装无亮灯哦。哦，他跟你讲了，我改这方向盘不会亮灯哦。开通原厂有线 CarPlay， 开通原厂停车熄火开关记忆功能，近期维修准备，进气凸轮轴换新，还夸虎正厂新古品，进气凸轮轴油压调整器，夸虎正厂改良版 Plus 的一组。这个一定都是去找一些这个专修的，才会知道什么改良件啊，有的没的。进气歧管压力感知器，压缩机皮带正常啊，写了那么多，我最怕这个。哎、欸，就像一个女的刚认识，对不对？那嗨，你好，哦啊，请问你住哪里？台北，159公分，46公斤，某某大学，主修外文系，副修。好、哦，人类心理学兴趣好、哦，逛街、吃饭、看电影，这个个性，这个活泼开朗、天真无邪，想要对象185公分以上，有房有进口房车，好、哦，月收入至少要150000以上，啊，这个有健身习惯，阳光型男孩，没有不良嗜好，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好、哦，不能赌博，哈、啊，写了一堆，你会不会一看就 get 去细了？会吗？啊，你就看着假赛啊，划掉，要求很多，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习惯性写很多。我觉得哈，在这个网络上询价有几个状况常遇到，跟大家分享。就像这个是一类嘛，我可以看得出他是写得很细啦，他也跟你讲说他近期换了什么，他也不会一昧的强调说我换新品，大部分都写说更换而已。嗯，他不会跟你讲我换的是这个正常良品。为什么？因为这样对他卖车不会加分嘛。我看客人都这样，他通常只会修而已，他只会写改排气管而已啊。所以我倒觉得说，他这个写出来是他的心态是我没有要唬你的意思，我只想跟你讲我是蛮顾车的。但有的呢，他就会写了一串哦，改装什么定风翼啊、侧裙啊、哦、卡梦尾翼啊啥，我、哦、下个就有了。我跟大家分享，车商其实在意的就是什么年份、颜色、里程、配备，大概就这样而已。丢一个基础的，那人家收不收，或者觉得大概多少钱，合意你们再细聊。其实哦，你打了一大堆改装品，车商没在看，因为反正到最后呢，也是要看车再讲。啊，你打了一大堆哈、哦，我也不知道该给你加分还是扣分。好、哦，所以我觉得打多并不一定是好的。其实很多东西哦，改装的东西就是现场在讨论就好了。我喜欢原装的，我跟大家讲过了，我会改车。但我会希望我买进来是原装的，你懂吗？人都是这样嘛。好，我会开快车，但我希望我的前一手不要开快车，最好是一个老太婆。我会希望我前一手哦，什么一手大学教授，一手什么医生、空姐女用，无为不为，大家都希望这样。然后我回来我就改很大，我就开很快。其实讲那么久啊，该是把车主请出来的时候了。好，因为这台车呢，就是之前大概月末半年前嘛，我们的资深会员有来上过我们的。会员推车，好，那这个可以看一下，回顾一下，他是很认真，那时候跟他老婆来嘛，聊得很开心啊。
啊，结果没想到这么突然的跟我说要卖，雇车雇成这样。你们去看那个影片就知道他多雇车。而且啊，他最幸福的是他老婆是那种会支持他的，参与，对啊，支持他的人，不用像我们啊，换一个浪花碟回来，老婆说，哎呀，那碟盘怎么那个形状变这样啊？没有。去那个保养车啊，集满五次保养送一个浪花碟盘，人家不用这样啊，对不对？不是，其实我是更不一样，你知道阿呆，就是我改再大啊，他都不知道。你不要把他位置改掉就好了。你当然你他位置你改了一个赛车椅，那一定会被发现。只要你把他的那个区域有没有副驾驶座那个框框你保留住，剩下你改再大他都不知道，真的啦。我在怀疑说哪一天他妈开车的人变了，他可能也不知道。好啦，那我去请我们的会员出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么照顾这台车啦？为什么忽然想要卖掉？好不好？这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来吧。Ye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好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来了。这么突然跟我讲要卖车，我所有认识的这个粉丝朋友里面啊，我觉得最不可能卖车就是他。我跟你讲，哎，阿呆会不会接下来以后我们往后会拍到来参加过会员推车的车，一台一台卖给我？简单带过啦，为什么突然要卖车？简单就好。我很怕他讲哭出来啊，靠背。不会。好啦，反正是有一点家庭因素嘛。对啊，比方说像我们。小朋友刚出生啊，然后三十几岁，大家可能会觉得，比方说你养一台奥迪，会担心你，比方说负担很大啊，不然花更多心思在照顾刚组成的这个家庭啊。对，就是奥迪毕竟还是在台湾，大家还是觉得它就是一 A 二 B 中间，就是长辈觉得太花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可是事实上不放心，事实上目前是也没有对你的经济造成影响。没有，因为这个都是好了，不要讲，再讲要哭了啦。不会啦，真的不会吗？真的啊，就是来这边开开心心的把车交给你。那我就开开心心的最可怕，像泰山那种每天喊要死的，我觉得那才不会死。没有，反正我就简单讲啦，就是家里觉得让这个牌子可能会对他造成负担或是什么等等。嗯，那他也觉得说也不想跟家里有什么，因为这个车啊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担心啊，或者对，所以他就想说换个比较大众品牌的。比较常见。其实，在开路前我已经讲了三四十分钟了，不止。对，我觉得可能暂时就这样子了。哎、欸，我不是喜爱钱，恰被卖瓜哈。我们只顾赚钱，没有呢。我是觉得说，大家都是一样对车是有兴趣的人，他对车也是非常的有爱啊。他都去上什么安全驾驶的那个训练什么的，对不对？唯一人生的一个乐趣，竟然这样把它剥夺掉，我真的是觉得哦。所以哦，我强烈建议他啦，如果家里反对的话，你就去买一台 Artis 回来嘛，然后爆改，改成全台湾最屌的 Artis。那是什么车？还是 Artis？ 你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跟下一个人要来看你车的人。来讲解一下这台车，你觉得你照顾了它什么东西？然后它的优点、缺点在哪里？从大的来讲，比方说 ，ODBT 还是 VAG 整个集团里面单价都比较高的单位。比方说 Porsche 再下来 ，OD 再下来，再加上 A6 其实也算是尺寸也是比较大的。但是相较之下，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这么大的车，但是它配还是它的里面最广泛用的这 EA888 2.0 的引擎。那它跟其他 VAG 的集团其他牌子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还是把引擎放成直的，整个开起来的顺畅度啊，还有质感还是会比较符合它这个车型，像高级车，大家会期待坐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对，家庭用的话，我觉得以 A6 来讲，我觉得大部分的主流都还是 Avant， 但其实我觉得它如果扣掉上面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空间，其实它婴儿座椅啊，然后推车啊什么，其实都够用。很深啊。剩下我觉得我喜欢就是，比方说这些线条啊，或者是它的所营造出来那种很优雅，然后它有点超越它那个年代，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它也是要新不新，要旧不旧，还是会买单。哦，对，保养照顾嘞。因为我也是接二手的，所以我也没有回原厂，回去一次啦，所以那时候就是，比方说我有一些需要业务才会知道的。那我有回去原厂，那其实那时候业务他们也是蛮热心的，就是讲说啊，虽然你是二手车，对，那你毕竟你现在也是 OD 的车主，对，所以他还是很尽心的为我说，也是可以看黑丝袜就对了啦。啊，没有，我是西装裤。哎，他在你手上开几公里？我接的时候24000，现在哇，你开40000哦。6万出哦，你开快4万，对啊，你真的觉得它的保修很贵吗？我不要讲改的啦，我知道你改的话更多。对，你到底觉得它的妥善率到底好不好？重点，妥善率在我买这台车之前，我也没从来没开过这种
中大型轿车，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收入我到底能不能负荷？对，但是实际上这一年用车下来，那我觉得我也修了不少东西，真的，像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一长串，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连那时候他们对 VAG 很熟的车厂，他们就会说他们也从来没碰过这种问题。哦，进去杜伦多那个就是杜伦多，除了我自己去找资源，然后我自己去找料之外，那这些店家他们也会用比较符合这个用车需求的方式去处理。那我请教你，那个杜伦多那个状况，对，是它坏掉是什么状况？最常亮的是进气的空气压力的 sensor， 就是引擎灯亮嘛。引擎灯亮，然后你开起来有什么感觉吗？开起来完全没有感觉。我们跟车厂就是试了真的一个月油，其实我们已经把上面上盖跟进气有关的什么 sensor， 然后那些油压的调整器也都换过了，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查修了，所以我们才往更里面去找。他找到之后，他拍就是那个进气凸轮轴，因为他在进排气端都有做像是 VVT， 就进气的 VVT。它的间隙其实有点大哦，对这个里程来说是不正常。他们也说他们没遇过这种问题。那变气门的间隙比较大，对，所以那时候就真的这整只凸轮轴就换掉，上盖就在大概6万的时候就等于是重新做过，有一点像是提前大保养。所以我这一年来花了多少钱？那一次4万出。哦，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啦。对，4万出。进气凸轮轴那个比较贵，那个大概就3万多，然后剩下的就是发电机皮带，我也是预先更换，因为那时候他们要打开，然后想说先排除这个。对，因为它的正时是内链，所以内链的正时的压板，因为反正那时候都已经拆了，然后所以就也当成是正时的保养。它那个压板是塑胶的嘛？塑胶塑料的，对不对？对对对对，那跟那个 B N W 一样。所以我这一年来，刚好也比方说我开4万，对，然后大小保养算是把大保养先做完。欸，其实4万我觉得不贵耶，这个大保养就是一个进口车应该要有的一个标准。而且你要想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这个灯啊，很有可能有的车主如果找错人修，有没有？他就可能到最后就受不了，他就直接灯消掉，然后就卖给车行。对，车行灯消掉又卖给下一个消费者，等量呢就你家的事。对，非常有可能。我觉得这一路上我其实也很感谢这些店家，哇，老师傅啊，年轻的，甚至有些学徒，他们都，我都很感谢他们。到时候那个下一任车主再让你介绍一下这些修理厂，没问题。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你本身对车有兴趣的，所以你觉得跟他们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是愉快的，就学很多东西。然后那是我的人客哈，小智，家里没车嘛，亮引擎灯找不出原因呢。小智啊，不是很厉害，网红哎，对不对？啊，你生活 OK 啊，你又乐在其中哦。这有没有兴趣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对车没有那么有兴趣。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应该也看得出，哦，他对这个车子的不舍啦，他是真的是不舍，他不是抱那种心态说，哎，我要来找新欢了，我要把旧的抛弃掉。他是被拆散的，啊，被拆散的恋人呢。好不好？那好啦，那接下来齁，价钱的部分大家去喝口水，我们就下去好好沟通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就不要再让他再出镜了啦，他旁边擦眼泪了。哎，没有啦，其实没有，不要把人家讲成这样。这个价钱齁，为了这个，因为他家里的因素，我们还是不要透露。对，不要透露好了，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台车真的很可惜啊，而且不是说每个人好像卖车都是开开心心的换新车，对不对？也有这种断舍离的时候，车有时候是个过程啊，我也是安慰他啦。哦，当然我一开始是劝他不要卖啊，能留着就留着，就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吧。好，那今天这个你要卖多少？今天片长很长，跟大家分享很多了，好不好？那有兴趣的话，这个车上架之后呢，有缘人哈，再约来店里面看车。今天你要卖多少？在这边喜欢影片订阅留言，非常开心小铃铛，下次见，拜拜。难得有这么感性的，你要卖多少？对啊，好，我会这样，可怜。Fucking, but she telling me to leave it in. Lot of blessings piling up that I ain't even wish for. None left over for y'all. I'm locking the fridge door at the crib, cutting hits. I read through the catalog, came to conclusion, no one's touching this. Just finished the maiden voyage, hopping off the Mayflower. Set up shot to kill them off, whatever the take, pal. Sing the boats, I'm at home. I'm selfish with the goals, I could give a fuck who try and get along.我刚叫我们那个阿安跟他签约啊，他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讲说扣2万，扣2万，便宜2万。我说没有没有没有，照原来讲好，神经病，我是差那2万的人嘛，我差是200万。他在收东西了，我们去关心他一下。怎样收的怎样？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会不会难过？不会啦，开开心心来这边，开开心心。哎，
那个什么？这要留给阿汉的。这什么？机油啊？机油。这个 VAG 车系车上要备灌机油，合情合理啊。你大概开几公里会亮灯？五千？不会，五千不会亮，一万都没有亮过。一万也不会亮？对，我就一万照原厂那换。哎、欸，这个机油灯坏了啦！怎么可能？马上哇 ！EA 八八八呢？你状况那么好哦、喔，真的，对啊，你看我这都没开。哎、欸，对，哎、欸，没开过哎、欸，我就是未开封哎、欸，一次六罐，每次都会剩一罐。回来先检查机油灯再说。对啊，收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过程了，好不好？那我就那个 Toyota 改成 A7 啊， Toyota 改 A7。他说，不是，我觉得你这一台哦，如果家里会反对，觉得你太移花的话，你把前面的四个圈圈换成 Toyota 标志就好。我要换什么？换四个 Toyota。对，四个牛头。啊，回去再包，我等啊，你什么家？你不看啊，牛头牌啊，他分得出来吗？不知道，要试试看。要不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先不要卖，先想试看看、啊，搞不好他就不会反对，家里就不会反对。不行啊，改个 mark 啦，改 mark 就好了，真的。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 三，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EO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